哦，只有我们 IDPA 哈，应该买台这种，看起来很轻便，然后随时可以进入战斗状态。前面还有绞盘，然后整个车感觉好像有低底盘了、啊，然后要伸出你的枪啊，不管长枪短枪啊，应该都还蛮方便的。哦，感觉蛮方便的。哦，这是哎，还自排呢哦，所以它是自排。现在是自排，然后方向盘，那下面有个继电箱，就很传统，那些都是很机械化的，对啊，自排的呢。那这边应该就是油管加油的地方，好，备胎、四轮碟刹，好，那车尾就做成网状了。网状的话，你载东西也比较不会掉出去，或是你觉得掉出去用绑的嘛。就是在开口的地方绑，用绑绳子，然后人的话可以站这两个板子上，最后设计啊。那这整个车身都钢架，你要绑什么？绑机枪，绑什么？应该都还蛮方便的，还不错不错。那这边有门边这个有一个好像也凸起来的，也可以绑的地方吧？好美败哦。好，人员都上车，好，我们准备来出发。玻璃都省了，不用怕玻璃破，玻璃都省了。